本期的大牙小厨房。我呢收集上了很多短影片，看到了几个蛮有趣也蛮不错的减脂的特别的料理，但是那些影片呢都有一个大通病，它就是会让我看到这个东西非常方便，然后他完全不跟你讲克数。阿金我觉得着实过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测这些食谱。所以第一个我找到的食谱是这个无饭烤鸡饭团。我们只用鸡胸肉、红萝卜、豆腐就可以做出这个无米的烤鸡饭团。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的鸡胸肉、红萝卜准备好，先切成小块。他这个影片超过分，连切都不给切，直接丢进去干。我跟你讲，他已经乱做。那我们就先只做一块鸡胸肉就可以了。OK， 刚好。我们抓的这个量呢，是一根红萝卜跟一块鸡胸肉，全部丢进去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一边手动的把里面的东西拌拌拌起，现在感觉就是黏住，然后再空转。那既然搅拌机不用，那我用这个搅拌棒可以了吧？我觉得清洗还是一个大问题。请问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多久时间了？应该有15分钟了。1分钟料理。我们这次淘汰这台搅拌机，我们会买新的。每用一次就觉得它不行了。我也觉得不行。然后就把它手洗一洗。晾干收好，丢掉，丢掉，操你，丢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收拾一下心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做我们料理。所以，那在影片中呢，我看到它是用这个纽奥良的味道，那我们就用点自己调的白胡椒粉、花椒粉，我们有火锅的特色，香粉、黑胡椒，一点海盐。然后我们切一点点，有点洋葱的味道，是吧？OK， 接下来呢，重头戏，就把我们的豆腐捏碎，跟我们的这个鸡胸跟胡萝卜泥混合在一起。其实这种快速一分钟料理之类的，都好像是弄在一碗。但是你不觉得感觉做起来一点都不行？对，就是最少半个小时就会去，我觉得。甚至是你的器具搞你的话，可能不止半个小时。对对对。很香哎。有哎，真的是烤肉的味道，就是那种腌那种山猪肉吗？还是？对对对对，就是你去夜市啊，它那个烧烤味就是这个。我们呢，加一点油在手上，待会让它成型。主要让它粘附在我手上，然后弄得有点像汉堡肉这样，那我最会。然后我懂，还是你的耳蛋比较好。哦，好像可以，但是没有它那么好看。有三角形的有做出来，就这样。秋刚，至少我做的有点像了。好，那我再捏第二个。四座一号，其实。没有，你别骗我了。打开拿出来就好。对对对，我放一个。好看多了。哎，这个有样子，这个有一点样子。哦，我看起来好像不用再做了。哦哦哦！哎，怎么粘住了？乱粘，不可以粘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哎，有没有好了？我们看看，香死了！哦，看起来是好吃，有模有样啊，很香哎，饭团啊，胡萝卜鸡胸肉佐豆腐 ，OK， 我们完成，它就是一个健身餐。你的三角形也不三角形啊，我用手哎，你的手障碍吗？下次你捏，我看你多会捏三角形。然后我们把它剖一半，我们看一下，哦。哦 ，Q 弹呢，多汁又 Q 弹呢。我有点烘蛋的感觉，我说不上来，吃起来。它里面有蛋的成分？没有，但吃起来超好吃哎。
我刚刚调的那个五香粉料完全融合在这个饭团，而且你看吗？疯狂低脂啊！哎，不是，这个你就可以放心吃了。屁啦，超黑的。那是海苔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这看起来很淡。也不是，你只是把刚刚那一盘把它压成三角形吧？骗我！你只是……我跟你讲，我吓到。你吓到太难吃了吗 ？Q 弹有筋又多汁，怎么会难吃？哦呦！好，你在配这个海苔，在那里，你今天的要在那里，不是在这里。嗯，那你在配的是不是海苔？是有海苔的地方？嗯，配海苔很像哎。哇，哎、欸，可以哎，可以。而且这里面成分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猜，洋葱、红萝卜、蛋、豆腐，还有吗？海苔。嗯，没有蛋。啊，没有蛋。没有蛋，然后可以做成这样。啊，你摆的是什么？豆腐。哦，对哦。可以。超多汁，然后很好吃，而且里面的味道呢，可以随你的调料调。我今天调的是一个五香口味的，所以吃下去有那个脆皮烧肉那种。不错，口感。里面再加一点鸡胸肉末、牛肉绞肉、猪肉绞肉 ，bang 飞起来。不是啊，这个是健康的，你看它多健康，它是鸡胸肉跟这个，你看换个方式吃。里面有鸡胸肉，这鸡胸肉做的。哦，我怎么没吃出来有鸡胸肉的味道？因为它跟红萝卜打在一起，所以味道都被红萝卜给盖掉。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无饭的蛋白质饭团。可以，很棒。换你了。我要切的快一点。对。啊，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空间？哇！你拿起来咬一口的时候有喷汁的感觉啊！没有，我切烂。嚯、好吃哎！真的、喔？哎、欸，你终于说人话了。我一直都会说人话。哇塞！你怎么这样？人家讲不中听的就说人家不是没有在说人话。对啊。我觉得任何东西餐吃，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，蛮不错。嗯，可以啊。可以，这个真的可以。给过啊。就有点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很咸。我太大。我盐巴就转两圈是健康餐，你要我转多少？太健康了。好，反正呢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下喜欢。那如果还想看我更多影片，记得订阅我和胡子或者牛奶频道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